移民加拿大好消息，本公司代办加拿大工作签证，可以带同配偶和子女一同前往。未满18岁的子女更可以享有免费中小学教育，一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申请人只需要有中学学历、无犯罪记录和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本公司就可以代办所有手续和工作担保。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详情啦。Hello， 大家好，系啦，今集香港人说不完的故事啦，我又请咗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啦，即系我真系打晒人情牌出嚟去做呢一个节目，系咁呢一位男孩子啦，咁中文名叫志豪啦，咁我识佢大话识咗几多年啊？同你十几年啊都系啦，十几年，即系由你嗰阵时仲系黑色头发，系啦，跟住仲系一个好靓仔嘅小朋友，已经认识到依家啦。咁其实点解会同佢相识呢？就系、是以前我喺一间中餐廳度做嘢嘅，咁一間高級嘅中餐廳喺北京道1號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咧？一個全海景嘅餐廳。咁嗰陣時咧，就我嘅職位咧就係一個知客啦，係啦，即係一個招呼客人埋台嘅一個女仔啦。而佢就喺入面做一個酒吧嘅靚仔，係啦，亦都係一個靚仔。當時啊，依家唔係唔靚仔，依家都好靚仔啊。不過依家已經成為咗人夫啦，係啦。所以大家其他網友唔使諗啦，係啦。咁由做中餐廳，跟住依家咧搖身一變，你見佢發福咗少少，係啊，就知道係做咗一個老闆，係咁佢就係依家係一間泰國餐廳嘅老闆啦，係啊，講兩句泰文 show 下先。薩迪卡，卡布馬卡，即係咩啊？後面嗰句。Thank you， 哦，歡迎同 thank you 嘅意思係咪？嗯，係啦。咁據聞啦，即係你，因為我當做其實間唔時同你都會有聯絡嘅，因為泰國菜有邊個香港人唔中意食啊？係咪先？十個香港人9個都中意食。咁啊，知道佢喺一間泰國菜嗰度，嗰陣時我都唔知佢係老闆嚟嘅，就知佢喺泰國餐廳度做。咁就揾過佢，咁就去食過你間餐廳，係好好食。Thank you， 係啦，真心嘅。咁依家再下一城啦，開多一間啦，係啦。咁所以都想，因為我都同佢有一段時間冇見嘅啦，即係由嗰陣時我哋大家係同事，跟住相識啦。嗰陣時仲成日去玩啊，柴娃娃去飲酒，跟住留喺餐廳度閂咗鋪，唔知點解都唔翻屋企嘅，係啦，留喺度飲嘢玩。跟住到後期我又冇做啦，你又冇做啦，咁大家係斷咗聯絡一段時間。咁轉個頭你就話俾我聽啊，你做咗經理，再轉個頭你就話俾我聽，你做咗老闆。嗯，係啊，即係其實嗰段時期其實唔係好長嘅啫喎，即係大概你係經歷咗幾多年到就有十年左右啦。即係由一個僆仔變成一個老闆嘅身份，就用咗十年時間。係啦，介唔介意透露一下你依家係幾多歲啊？34歲。哦，34歲。34。即係。咁其實即係由24歲你冇開始冇做我哋嗰間中餐廳，打拼咗10年就做咗一個老闆。係啦，非常之犀利。係啦，咁所以今日就同佢傾下偈啦，因為都有一段時間冇見，當朋友聚夠，大家傾下 OK 啦。係啦，咁我都想問翻啊，咁點解當初你會揀做飲食呢行咧？因為飲食呢行嗱，即係我自己好坦白嘅。我是讀酒店出身，咁我讀酒店出身咧，就知道咧，如果做嗰啲後勤嗰啲或者 back office 嗰啲咧，好低人工。你做前台或者你係做酒出嚟嘅，時間係長啦，即係你知道我哋嗰陣時係要落場噶嘛，係啦，最記得落場咧，成班人出去飲飲食食啊，好開心啊。咁但係收工嘅時間都好夜啦，尤其是你嗰陣時做酒吧，你試過最夜收幾點？其實冇收工時間。係啦，咁你知啦，高級中餐廳係唔會趕客走噶嘛，即係嗰陣時啲客係俾得起錢就坐我哋坐到凌晨2、3點都試過啦，係咪先？跟住咧，佢哋做酒吧咧，永遠留守到最後嘅，因為就喪抹杯。我哋有陣時咧見到你哋咁慘咧，都會入嚟幫下你手嘅。絕對會，絕對會。係啦，即係大家都想齊上齊落一齊收工噶嘛，係咪先？係咁我嗰陣時就係因為錢啦。即係因為做幕前或者係即係 I mean 係做一啲直接前線對客嘅工作咧，人工係會高啲嘅。咁有咩驅使到你去進入呢個餐飲行業咧？飲食界嚟講，其實嗰時讀書都係到 Ivy 啦，都 Hospitality 一啲
飲食嘅環節。咁後屘就真係讀到下，讀到一半，咁屋企有啲事情出現咗，變咗就好難再繼續讀書啦。哦，咁所以就嗰時就去建工。嗯，咁就揾一份最容易啦。嗰時飲食話容易入行啦，去做。咁、加上屋企有啲親戚朋友都做開廚房啊，咁啊嘗試一下睇下做一下，睇下會唔會有發展嘅空間。嗯。咁啊，點知入到去嘅時候，開頭又見個 floor 啦、樓面啦，咁嗰時候個酒吧大佬就話：，咦，咁後生有冇興趣啊？不如試下酒吧，多嘢學啲喎。你平時有冇飲開酒㗎？咁樣，咁啊，可能都會飲下嘅，咁就嘗試下去做咯，咁樣。哦，咁但係嗰陣時你係對餐飲，因為尤其是你做酒吧啦，即係你入得一間高級餐廳度做，你要好熟悉啲酒，係啦，即係咩提子、咩牌子，全部都要識噶嘛。嗰陣時我哋要考試噶嘛，係啊，即係成日都會有個經理教完我哋嗰啲歪嘅 knowledge 啊，跟住我哋要考試要成啊咁樣，咁佢哋又要介紹啲酒。咁點解嗰陣時你冇嗱？因為我冇記錯，你嗰陣時個大佬係 Gary 係嘛 ？Gary 啦，係啦。係嘛？係咯，後期嘅時候就係 Gary 啦。咁佢有一路讀嗰啲叫做品酒師課程，係你嗰陣時有冇跟住佢去讀啊？有讀過，讀到 Year Two 咯，咁之後就冇讀啦。哦，即係嗰啲，因為你係自己本身冇興趣。時間問題啦，加上就。因為其實都要很專業的嘢先讀到啊，本身讀書自己不是真的太叻，即係讀書唔叻，係啦，變咗好多嘢記未必真的記到，寧願可能幕前裏邊去做嘅，咁就會個能力好像好少少咁樣，就所以就冇去讀嗰啲咩品酒師課程啦，咁嗰陣時你離開咗我哋做嗰間中餐廳啦，之後你去咗邊度做嘢咧？去咗中環啦，大家知飲酒一定係以前有蘭桂坊啦，咁就喺蘭桂坊度。打拼了年幾兩年啦，係、嗯、啊。咁嗰陣蘭桂坊都是做酒吧，係酒吧，都是做酒吧。酒吧。哦，咁嗰陣時嘅收工時間是點啊？基本上都是冇收工時間，尤其是星期五六啦，更加是不會有得收工。哦，咁但係點解你明知冇得收工？嗱，你後生仔講真。梗係想收工去玩㗎啦，係咪先？尤其是你去到蘭桂坊呢啲地方做嘢，係咪？咁你見到隔離嘣嘣嘣嘣嘣嘣咁樣，咁你嗰陣時又血氣方剛，係咪先？咁你就人哋就喺度嘣嘣嘣跳舞，你又喺度咁樣抹緊酒杯咁樣，咁點解你唔放棄咧？嗰陣時，因為一嚟其實酒吧個收入夜間啦，始終比餐廳係會人工高少少。嗯，咁就可能為咗嗰二三千蚊嘅話，就努力去捱咯。去做咯，係啊，咁又變咗好多日頭嘅時間裏面基本上就人哋就可能出街，你又變咗休息，咁變咗好似日夜顛倒，好似啲吸血鬼咁樣咯。係，即係我覺得做餐飲咧，即係最慘嘅咩咧？即係我哋嗰陣時咧就冇話所謂嘅八日假，我記得我哋嗰陣時係一個月四日假啦。咁跟住翻工時間工時長啦，我哋有陣時如果翻早更，可能十點十一點就已經喺度，跟住要落場落你三個鐘頭場，然之後咧就再翻嚟啊收夜晚十一二點，基本上放假咧都係喺張牀度度過嘅啫。休息休息同休息。係啦，休息咯，即係真係好攰啊！尤其是我哋係要企喺度啦，冇得坐噶嘛，係啦咁。跟住你去到做完酒吧，咁跟住咧點解無啦啦，即係中間你再做過啲乜嘢，最後走咗去做泰國菜咧？咁其實想當日嗰段時間就係、有位前輩啦，好好啦，咁同我講始終個感覺會係叫做山樓面死貴位，即係做個酒吧裏面去想發展嘅空間唔係咁容易，即係始終對人嘅未必真係太多。可能對酒的時間會多少少，咁但係自己其實一直對人都 OK 嘅，咁就變咗可能有個機會就去一間泰國餐廳度嘗試，咁亦都係啦，頭先講及過啲價錢問題，一般其實嗰陣時想升職加薪真係唔係咁容易，係，咁揀一個偏門少少嘅菜種，即係講十松啲年前嘅話，泰國菜咧其實就未香港咁流行啦，咁變咗就入去容易做嘅時候就升職啦，學嘢可以機會多啲啦，咁樣嘅文化裏邊去。咁即係其實你喺蘭桂坊做完之後，其實你就已經係去咗你依家工作嗰個地方做嘢啦。哦，未係之前都其實中間轉過兩間泰國菜嘅，咁依家係我自己第三間裏面去做。哦，咁嗰時都係有啲名氣啲啦，咁嘅泰國菜去學習咯，學習為主。咁即係你揀嘅 target 嘅都唔係啲普通地踎嘅泰國菜啦，而係一啲。
即係都係叫做高級少少，即係可能都會有啲 service provide， 有啲服務會提供嘅一啲泰國菜啦。係，咁嗰陣時你覺得最大嘅挑戰係咩呢？最大的挑戰溝通，因為開頭真係唔係好識溝通，即係一般其實好多識幾句可能廣東話啦咁樣，你要時間去花心機咯，始終但係情咯。嗯，即是大家的情感不一样啦，咁样咁系一起做嘢，总会有啲摩擦。嗯，咁但系点去做呢件事是最难咯？哦，即系因为大家都知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去得泰国餐厅，就好多时柱系泰国，嗯，楼面系泰国，嗯，收银系泰国，嗯，然之后突然之间嘣一声，个经理咧就走咗个香港人出嚟，系啦，咁嗱，嗰阵时你一开波，你唔系即刻做经理先噶嘛？即系就算你转咗第三间，可能你嗰阵时做都系啲。叫做 supervisor 嗰啲職級啦，未去到經理啦。咁嗱，你同香港嘅處咧，嗱，你記得我哋嗰陣時做中餐廳，即係以前我哋個經理走入去同啲廚講嘢都好勞氣啦，係咪先？因為廚房大佬咧就通常都有啲火氣嘅，係啊，你要同佢溝通，即係你催佢啊，我咪慢啲咯，係咪先？即係你又要氹，又要錫。係咪先？跟住你又要唔可以太臨線，太臨線又俾廚房恰翻你轉頭，因為你知㗎啦，即係追起菜上嚟。咁喂，其實做即係我哋做餐廳有陣時做做個中間人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個客又會嘈你，跟住個廚房又唔聽話，你要中間協調，夾心階層啦。係啦，真係好夾心啦。咁你。對嗰啲仲要係泰國廚喎，咁你嗰陣時覺得最難嘅係咩？係點樣咧？因為始終嗰時都係 supervisor， 咁又變咗好多時都會邀請經理去幫一幫手去追，咁唔係冇追嘅。實質上其實好多客人可能唔好明白個餐廳流程啦。咁頭先 Emily 都講咗，我哋喺一個夾心裏邊生活，咁就去追嘅時候。咁都要注意個大廚究竟佢真係係咪會即刻幫你做啦，同埋究竟會唔會鬧完你先幫你做啦？咁唔知啊，中間好多事情嘅，咁去做，咁呢啲係比較難度高啲，咁同埋都係溝通咯。咁但係我自己感覺即係入咗泰國菜之後，泰廚其實係好啲嘅。哦，反而好過中國廚。我唔敢講話好過啦，係個相處程度唔一樣咯。嗯，係啊，即係可能泰國人都人在異鄉啦，叫做即係。好多時，我想問你哋嗰啲泰國廚係已經係喺香港住咗好多年，已經係叫做半個香港人啦，定係其實都唔係嘅，即係你哋請嗰啲泰國廚都冇所謂嘅，即係有啲係真係攞 working visa 過嚟做，通常係邊類型多呢？其實 local 為主嘅會係，即係都生活咗好多年嘅，係啦，即係有少少香港嘅文化啦，裏面去熟習咗，咁另外有啲就真係自己朋友可能介紹喺泰國再申請過嚟都會有嘅依樣嘢。哦，咁但系我唔係好明啦，咁點解樓面都要請啲泰國人喺度咧？泰國文化始終可能迎合翻香港感覺到間泰國餐廳入到去就有泰國人咯。哦，即係唔好俾人覺得，喂，點解我嚟到泰國餐廳好似冇乜泰國文化，係啦，一個薩瓦迪卡都冇咁樣，即係就算你揾個香港人講都奇怪啦，係咪先？即係有個泰國人好啲嘅，咁你同啲泰國樓面相處又如何呢？咁就要講翻第一份工啦。咁嗰陣時就大家認識係要時間磨合啦。咁我諗其實好快，泰國文化係幾好嘅，自己本身都好中意，係比較友善啲啦、熱情啲啦，裏邊去做個機心冇咁大咯。哦，即係都冇乜是非嘅，少啲是非一定有，但係就唔算話真係普通可能一間餐廳咁多。哦，係啦，我好記得，尤其是當年即係我哋做一間中餐廳嘅時候，哇！嗰啲是非啊、緋聞啊，滿天飛。係啊，即係有陣時覺得即係人多嘅地方就一定係麻煩，尤其是你做一間叫做稍有規模嘅餐廳嘅時候，即係你玩起手都十零個，即係你連埋廚房，連埋真係成隊 crew， 起碼20-30個夥計，差唔多10-20位都要。係啦，咁變咗即係可能當你融入咗喺一個泰國餐廳嗰度，即係佢哋即係當然會有一啲固有嘅少少嘅是非一定有啦，但係就唔會話咁多麻煩嘢出現嘅。即係你要慢慢變成佢自己人咯，即係要將係攞個心出嚟去教。如果唔係嘅話，唔會我諗，就算咩地方嘅人都唔會同你可能去熟啊去做。咁尤其是嗰時記得都會可能收工，即係我哋香港有香港酒吧啦，其實泰國都有泰國嘅酒吧嘅，咁就一齊去玩，咁咪幾開心嘅。大時大節，佢哋啲節日就會一齊去食嘢啊、慶祝啊咁樣，
愉快啲咯。即係變咗個工作環境裏面啊，所有嘢都會開心啲嘅。哦，咁即係其實你本身即係做做下都變咗，其實你都覺得泰國嘅文化係好適合自己啦，即係好開心。有冇玩過嗰啲咩潑水節啊嗰啲？哦，當然有，喺泰國有，香港都有。嚇，香港都有潑水節嘅咩？香港係啊，但係疫情嘅時候停咗一排咯。咁其實對上翻一年都有開始搞翻啦，咁樣。哦，即係你有陣時候，如果你得閒，你都會 join 佢哋嘅一啲活動，即係當大家係聯誼一下。係啦，係啦。哦，咁嗱係咯，你由頭先講啦，你嗰陣時都仲係一個叫做 supervisor 啦，即係個管理層啦，都叫做即係其實係夾心階層入面嘅繼續嘅夾心階層啦，因為上面你仲有 AM 即係副經理，仲有經理，係啦，咁你係大概由 supervisor 到你變成一個真係經理，經歷咗幾耐時間？都經歷咗兩年啦，其實都。哇，兩年算快嘅咯喎！因為鑑於個機會，即係做泰國菜，中間我又去咗做意大利菜，咁再去升職，再去嘗試，咁後屘都係發覺泰國菜好似適合自己多啲，習慣咗個文化，咁就後屘就變咗而家呢一間鋪頭裏邊去做一個經理。哦，即係你依家呢一間，即係個名都可以講啦，因為係啦，就係 CM 28啦。CM 28係啦，就你翻即係當你去見嘅時候，你已經係見緊經理呢個職級嘅。係啦，係啦。哦，咁係啦，當你嗱又變成嗱你係 supervisor， 同一班泰國嘅夥計去相處，當然係容易啲啦，因為你哋職級近啲啊嘛。咁但係當你變成一個經理嘅時候，咁又有啲咩困難呢？我想困難裏面是幫助他們的事會更加多咯，因為始終經理和 supervisor 做的崗位有些不一樣，處理的事務多一點，很多時候可能就算他們有些不懂填的文件啊，都可以幫他們填埋啊，或者很多香港裏面去處理到的處理不到的問題咯，都可以幫他處理，變成好像一家人一樣咯，那個感覺會。哦，即你就用一個親和力的心。是的，即因為坦白講，書不是讀得多，係咪先？即好多時候，我覺得慶幸就是餐飲行業咧，都依舊仲可以 keep 住我哋叫做紅褲子出身啊。係啊，即嗱，你話好似做其他咩會計，做其他嗰啲咩，即老師嗰啲什麼，銀行嗰啲唔得噶嘛，要睇學歷噶嘛。但係唯獨是依家餐飲都仲叫做有好多人都係可以紅褲子出身啦，即由低做起，我唔會理你讀得書多定少。咁嗱，你同佢哋溝通，你唔識泰文㗎啦，初，即你一句半句你 OK 嘅啫。咁英文你覺得 O 唔 OK 咧？即你應該都是有限公司嚟嘅。英文就因為始終講過自己去中環的時候就進步了不少啦，因為一定要係學習，唔學習唔得。咁變咗即係開頭讀書的時候就覺得好似冇乜用，但係到真係做嘢啦，咁發覺英文其實都真係好重要，咁就自己去努力學習咯。係咪啊？咁但係英文用於泰國菜嚟講咧，其實就冇乜用。係。係。反而其實泰國佢哋英文都唔係咁叻。哦。即反而可能他哋又識少少廣東話，你又識少少泰文，即就咁樣少互相學習咯。哦，係啦，開頭就嗰啲簡單啲嘅用語，咁當然就翻泰國啦。例如辣可能叫劈咁樣，慢慢去學多啲，學多啲，溝通多啲，聽多啲，咁就會好容易，因為始終喺生活裏面必須要學呢樣嘢自己。哦，咁係咯，你知有時泰文好搞笑噶嘛，即係佢哋嗰啲咩顏色叫屎嗰啲，跟住唔知咩瀨屎嗰啲咁咩，即係你就變咗，你可能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你就會有興趣跟佢哋去學。即係你有陣時自己會唔會話喂呢個泰文點講？你會唔會問佢哋？會學咗嘢食先，因為始終餐廳，起碼識講。哦，但係你哋。我記得，因為你一間鋪喺銅鑼灣啦，係啦，咁我都去食過嘅。我目測我見到咧，就冇乜泰國人去食嘅，都係香港人多，係啦。咁但係變咗，即你自己都會覺得啊，因為你作為一間泰國餐廳，咁就算唔係話 serve 主流唔係 serve 泰國人都好，係 serve 香港人都好，即你覺得都係要認識咗啲菜式嘅泰文先嘅。但是不是喎，人哋話溝條女是最快學到泰文喎。嗱，坦白講，有冇溝過泰妹先？我想我是俾人溝，係啦，認識嗰位咯，咁啊，即係有同個泰國女性去拍拖嘅。相處咯，
因為拍拖嘅定義太複雜，係、嗯、啦咁樣。哦，咁喺呢段期間有冇話即係特登即係嗱，你作為一間泰國餐廳啦、嗯，即係你變咗一個經理啊，先唔好講你係咪老闆先，嗯，你一個經理，咁有陣時諗啲菜式啦。或者即當然啦，係個廚去諗嘅。但係我記得就係你作為一個經理，你都要同佢哋開會。嗯，係啦，即可能有陣時有啲味道上嘅嘢，即可能你都要迎合翻香港人嘅口味啦。嗯、即你都會提過一啲意見咁樣啦。咁、嗯、你自己有冇話親身會間唔時飛去泰國嗰度去食下嘢，或者去諗下？因為做得高級餐廳。嗯很多時都是玩 fusion， 係啊，即係嗰啲 mix and match 又唔知點樣、嗯，泰國又可能楞啲咩意大利，又楞啲日本，溝埋一齊，係、嗯、咁你點樣去？即係因為你如果啲嘢食個餐牌成日都係咁，好悶噶嘛，係、嗯、啊，咁你點樣去整靚你個餐牌咧？咁、嗯、啊，泰國其實我都去過很多次，咁反而而家咧個 style 會係一啲跟翻泰國。本土的不同地方的食物為主、哦、即是未必是剛才可能講的 fusion 啊其他國家不是咯、嗯、其實泰國還有很多地方很獨特、嗯、有不同的食物是可能我們一般的遊客未必知道那我就想發掘多一些餸菜、哦、例如每個廚師他們都有自己的家鄉、啊哦、他家鄉有不同的味道、啊、的感覺的東西其實我們做出來都挺有趣的哦即是那你應該走訪過泰國很多地方是啊是啊東南西北其實都有去過哦那你覺得印象最深刻邊一道係你即係嗱，先唔好講話曼谷啦、芭提雅呢啲泰，即基本上個個都家鄉嚟㗎啦，第二個家鄉嚟，香港人嚟。咁你自己推介係有邊泰國邊一個地方你覺得係好值得去？我想泰國東部那邊有個地方叫伊善啦、伊散啦，泰文叫，係、嗯、大自然啲啦個環境，咁同埋個情感會重要少少。嗯，因為始終自己嗰時去可能一個人啦，咁樣就嚇、啊、你一個人去，係啊，幫你男仔唔使驚。香港太多事情經歷過啦，咁、嗯、好多唔如意嘅，咁跟住之後自己一個人可能去過透過壁，咁就去咗依個地方、嗯。因為始終之前啲泰國嘅廚師有啲住依個地方，我都想去觀摩一下。哦，咁就好多唔同嘅經歷咯，例如即係可能一個人喺酒吧度飲杯嘢。咁竟然有啲泰國人走埋嚟問你，點解一個人嘅咁樣？即係，但你嗰下唔驚嗱，即係因為最近有嗰啲咩 KK 園區嗰啲講到好恐怖噶嘛，又話咩喺你面前落藥咁、嗯、樣，咁嗰陣時就未有呢啲嘢嘅，所以你都唔會話好驚，突然間有個人走埋嚟同你講嘢、嗯，即係反而你覺得佢哋係純樸啲熱情，嗯、純粹係覺得哦，點解你一個人嘅？係啊，可能即係都會有少少英文，開頭講泰文咁啊，問下點解你會嚟依度啊？你邊度嚟㗎？咁、樣嘅嘢。跟住慢慢有啲就可能始終做生意啦，咁識啲英文就溝通到，咁、嗯、都幾開心嘅。之後就可能一齊去食飯啊，去飲下嘢咁樣。嗯、我諗依、這個香港會比較少見啲、嗯，始終可能文化差異都係都係覺得泰國熱情少少咯。同埋你可能去嗰啲地方唔係啲咁 common 嘅遊客區，即、嗯、所以即啲泰國人都會覺得好奇怪，誒點解有一個白瀨曬嘅人咁咧？係啦，係啦，嚟做乜嘢咧？嚟呢啲地方嘅咁樣，係咯。咁跟住到後期啦，嗱，你經理做咗幾耐？跟住點解會突然間變成間餐廳係有你份嘅咧？我諗突然間嗰陣時係因為啲股東有轉變啦，咁、嗯、就其中一位就問有冇興趣，其實做到咁多年泰菜。喺度由開頭生意都真係麻麻地，後屘有上升嘅趨勢，即係自己其實都好用心去做咧、嗯，去做到個名字越嚟越好。嗯，亦都邀請咗嗰時個廚師，都係自己啲泰國廚師係一齊出去飲嘢啊、去玩啊、好熟啊咁、樣去做，咁變咗唔想放棄咯。哦，咁就有呢個機會，即係可能就其中一個嘅老細、嗯，就問你喂有冇興趣入股啊？係啦，咁樣即係一齊，因為。我記得我好像有一次啊，係啦，我有一集是訪問老鳳餐廳的老闆，嗯、他都有講過一樣嘢，就是如果你俾自己的員工去入股，嗯，係啦，即、就是、自己都變成一個老闆、嗯、你就會將呢一件事經營得再好啲，嗯，因為你由一個打工人
變咗個老闆，你自己個心態係咪真係突然真會好唔同咧？即係由可能初唉翻工就等收工，純粹出糧每個月，又跟住變咗你有份啦。嗯，跟住你就會有陣時唉好緊張啊，點樣可以做好啲品牌啊，或者點樣係咪個心態會即刻有呢個轉變咧？其實冇嘅，我諗主要崗位係由開頭已經要有呢個崗位。嗯，即係唔可以話你真係當有機會俾你嘅時候先，哦，我即刻要轉變，唔可以去咁做咯。我會咁睇，因為自己本身其實你做一份工就要做好佢，嗯，即係要當正自己間公司去做。當有經理嘅時候，哦，即係當你係經理嗰時，已經有開始有呢個心態啦，所以你嘅股東就先至會去賞識你，而唔係話即係突然之間。即可能你自己係咪會覺得、啊、如果我不嬲淨係當係一份工去做嘅話、嗯，可能個股東都未必會叫你入股。絕對係、嗯，因為好多飲食，我覺得個階層都係當可能先講做個掃把 supervisor 個崗位、嗯，其實已經學習緊經理做嘅嘢、嗯。因為都有機會你升職嘅時候，你可以 handle 到咯。嗯，就唔同做到經理，跟住都未 handle 到嘅話，咁當然好多老闆就會覺得，咦？咁我升你做咩啊？嗯，咁樣嘅感覺咯，都係要自己努力咯。哦，嗱咁嗱，銅鑼灣，我記得你銅鑼灣嗰間咧，就係、是、近住 Sogo 嗰邊嗰個大廈，我唔記得嗰個大廈叫咩名字。澳門日元中心。啊，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嗱，經歷即係2019年運動嗰陣時啦，直頭嗰個位係重災區啦。係啊。係，即係嗰時係 block 曬。我好記得有一次就。即係我都去行，即係嗰段時間有嚟過你銅鑼灣嘅餐廳食過飯嘅，係、嗯、啦、嗯，我記得望落去樓下咧，就見到好大班遊行嘅隊伍，嗯、即係嗰陣時係未去到咁惡劣啦，即係未去到話又要打曬催淚彈嗰陣時冇嘅、嗯，即係後期打曬催淚彈都唔夠膽嚟啦。咁、嗯、對你嗰陣時嘅生意嘅影響大唔大咧？其實開頭影響唔算太大嘅。咁後尾當然再經歷多唔同嘅事情啦，咁、嗯、一定會有影響。嗯、但係咁，我覺得其實冇乜太過特別，你話落差咯。咁、嗯、只係你自己做到嘅嘢可以點做咯？即係你嗰陣時唔會話突然之間好擔心，唉、哎、死啦！如果再繼續咁樣打仗落去，即係嗰陣時真係戰場嚟噶嘛？我相信你嗰陣時喺樓上都望唔少啦，射彈、煙霧瀰漫，係咪先？其實成間餐廳都有啲充滿催淚彈嘅味道啦，真係有係啊！你廿幾樓嘅喎，你嗰度好似。因為啲煙太誇張啦，即係係無論可能喺後門又好，喺窗裏邊射入嚟都好犀利，即係都聞到，都辛苦嘅。係哦，咁嗰陣時你哋係照常營業，冇話因為呢啲嘢而閂鋪啊，唔做生意幾日啊嗰啲咁樣。都冇嘅。係啊，係咯，咁都會上嚟食下飯咯，咁都會。即係佢哋唔舒服咁樣，跟住但係你哋又照常營業。照常營業。咁佢哋就照樣入嚟食嘢，咁你哋就照樣招呼。照樣招呼。咁樣係咯，因為嗰陣時都見到即係望到我諗嗰陣時你哋係咪又好八卦咁樣成班會咁樣喺個窗嗰度望啊？會㗎，係啊，即係因為都見到哇好犀利啊！但係我冇諗過，即係廿幾樓都可以啲煙攻到入嚟。嗯，咁但係你哋都照樣各個都係留守崗位啦，即係照樣開鋪咁，所以就對你哋嘅餐廳嘅影響就應該唔嗰陣時都唔係叫太大嘅。係咯，係咪反而倒翻轉係疫情嘅時候就真係瀨曬嘢咧？是啊，疫情是整個香港我想轉變最大的件事了。嗯，即是整個飲食模式啊，直至到引申到今時今日這一刻都仲有影響。是啊，都繼續影響啊，個疫情是。那你那陣時嗱，即是做餐飲那陣時就話咩？去到六點鐘就不可以開堂食，只可以做外賣。嗯，那好多我以我所知我認識的餐廳的老闆都各出其謀啦。是即係可能會轉變做一啲啊，可能嗰啲外賣又唔知點樣有啲咩特別啊？咁你哋嗰刻嗰對策係點樣咧？其實對策就都係外賣為主啦，咁做得幾多少做幾多咯。咁就講真，其實營業嘅話，比起唔營業，可能蝕嘅錢會更加多嘅。即係反而休息，即係以你所知，應該好多鋪頭寧願揀唔開，係即係 cut cost， 即係因為。不用出糧給那些夥計，但你們都是堅持要開的。這個我自己經過一個開會之後，我決定都是繼續開，因為
我覺得員工很重要。他們真的一間店裡面不止我一個家庭，十個人有十個家庭，他們都要吃飯，都要交租，養妻活兒。我們如果立刻說不開，可能停不知停多久，那他們如何生活呢？我會很感覺到這點是很重要，即是錢沒了可以重新找過，但是好的員工，好的感情沒了，你很難會再可以建立回來。所以那時都堅持繼續開，可能大家輪流上班咯，可能一三五二四六這樣，他都起碼有一半的人工可以收入到咯。哦，但是我覺得最慘的是你那個位置是銅鑼灣，即是銅鑼灣，我想那時候疫情的時候六點過後應該是一個死城，你真的可能在大家在那裡應該人都沒什麼多一隻這樣。咁你嗰陣時有冇好擔心或者真係好驚？喂，頂唔頂得順咧？或者嗰陣時係因為你哋嘅股東即係個個都大水喉啡住啊？定係真係即係自己諗咗啲咩辦法去渡過呢個難關咧？冇乜點諗嘅，其實都唔係話大水喉，完全冇嘅呢啲嘢係捱得日得一日咯。希望見到明天咯，咁就。都大家可能知道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去不同的叫做第幾波，可能中間的時間做好一點，生意回漲一點，努力一點，那 ending 就跟回去之後那波疫情裡面就將賺回你的錢去燒回去出去，這樣去維持咯。那那時候是否有得申請那些什麼即抗疫基金啊，還是不知道什麼，接著是即你們那時候都有照去跟政府申請的。哦，咁但係你哋係咪嗰啲良心老闆嚟嘅先？因為我聽聞就有啲係申請咗之後係自己自肥噶嘛，冇分翻落員工度噶嘛。你哋係真係攞咗佢哋嗰啲基金，即係真係照出糧俾佢哋。一定係，一定係。依樣嘢最緊要，即係都嗰次員工永遠係一間餐廳裏邊最重要嘅嘢。即係最重要嘅資產。係啦，因為如果冇員工咧，你真係生意做得幾好都冇乜用嘅。因為冇廚師，餐廳就唔會成立到。係啦，咁呢樣嘢係永遠最緊要嘅。哦，咁嗱，去到即係學你話齋啦，即係嗰陣時疫情，我哋玩咗兩年定三年啦，係啦。咁到後期依家所謂的夜繽紛，你都不見有幾繽紛啦，係啊，係啊，即又係人影都冇乜一隻啦。點解喺呢個期間，你哋會打算再喺尖沙咀開多一間咧？你哋嘅信心來源喺邊度咧？信心來自希望在明天啦，即係香港係一個現狀係幾差嘅一個地方，個城市即係情感啊、環境啊。經濟啊，全部都不是那麼好，但是我覺得需要一些正能量去做的。你覺得逆市之下再去擴充，其實是倒回轉，可能是反而打一支強心針給你們的團隊，即是告訴你們的團隊，即是你們的隊員知道，其實你們公司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但是老老實實啦，尖沙咀以我所知，你早排先 grand opening 啦，係啦，咁呢排嘅生意是如何先？其實冇比想象中咁好嘅，真係，因為始終lunch 都有客人啦，但係夜晚基本上可能八點九點後都比較真係靜少少。即係你都觀察到就係香港人基本上過咗夜晚八點零鐘。都基本上是回家的。是的，個生活模式改變了，未習慣回去以前那種生活。我記得有個客人問我你們收幾點啊？我說我們收十一點。他很驚訝說咦這麼晏的其實十一點鐘比起以前的生活都不算話夜啦，但是竟然會這麼驚訝，我想這件事不是十時三餐可以改變到。我記得以前我們即十幾年前我們做中餐廳，我們是十一點鐘 last order， 十二點鐘關門的。即係嗰陣時，我哋仲要喺北京道一號，即係一間即係一個叫做好商業或者係飲食嘅商業大廈啦。商業大廈啦，係啦，即係嗰陣時係覺得啊，十一點 last order， 十二點鐘 close 係好正常嘅事，即係好普遍嘅餐廳都一樣。但係依家好多時咧，好多都係九點鐘 last order， 十點鐘就閂門，係即係其實你哋點解仲要堅持去開到十一點鐘咧？因為其實很多客人裏面都會
繼續可能飲酒食飯。咁如果你太早收，佢哋都可能去到一半個情懷，你就話要走啦 ，last order。咁佢哋又如何呢？即係好有誠意去幫襯，但係你哋如果佢咁做，即係我哋咁搞啦，咁其實對佢哋會影響幾大咯。咁寧願可能長少少，去到十一點鐘大家差唔多啦，咁先閂門咯。嗱，咁依家你銅鑼灣嗰間就照 keep 咗喺度啦，即係你哋第一間鋪啦。依家第二間鋪又新開張啦。咁你點樣分身咧？即係以前你就淨駐扎喺銅鑼灣嘅啫。咁依家你係咪通常駐扎喺尖沙咀嗰邊多咧？因為始終新開啦，暫時都會尖沙咀多少少，同埋兩邊走咯。咁即係有時可能都要頂啲員工放假咁樣去做，咁或者可能邊邊有啲真係熟嘅朋友喺度食飯喎，咁都會過去招呼一下咯。哦，咁你覺得依家開多咗間鋪，對於你嚟講最大嘅困難或者係係咯最大嘅困難啊挑戰係啲咩咧？時間啦，少咗時間陪屋企人啦，咁同埋當然生意啦，咁可能一間鋪頭裏邊有一間生意，而家兩間鋪頭諗兩間生意，係個壓力會大咗咯。咁即係依家第二間鋪頭都係一樣，你都係照樣係有入股，即係你都係一個。一半是管理層的都是一半老闆的模式 去做的。因為我想問你們即其他 的老闆啦，有沒有好像你這樣又是一半在做事一半是老闆這樣？那又沒有，其實可能自己年輕一點那變成是個魄力還 keep 到了咁啊係，你而家先三十歲頭啫，係啊，即係依家都話男人最拼搏嘅時候四十歲先開始，係咪先？即係你依家已經比人哋行早咗咁多，所以都唔緊要啦。但係問題係就係你咁有魄力、咁有精神，結果你咁快整咗一件出嚟喎，你做咗人老豆啊，啱啱？係點解你要可以？即係點解你可以咁犀利嘅咧？嗱，你又要搞開鋪啲嘢，你知道開鋪好煩嘅啦。你嗰陣時候，你哋成班又要睇鋪位，睇裝修，睇即係可能請人、menu 所有嘢，你仲要顧緊銅鑼灣嗰間。跟住你仲要冇耐之前娶咗老婆，仲要冇耐之前生咗一件出嚟。咁點解你可以有時間做到呢啲咁嘅嘢咧？你覺得依家即係由你。之前你單身寡仔，我都要拍拖有個女朋友啫。女朋友唔陪咪唔陪咯。但你而家變咗老婆喎，仲要多埋個小朋友喎，係咯。咁你自己個感覺係如何？我諗體諒咯，係。婚姻係體諒係點做？即係知道究竟爸爸或者老公出邊做緊啲咩嘅。咁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好重要一個動力來源咯。尤其是小朋友有咗之後。你自己可能吃少啲，著少啲唔緊要，但係小朋友點都要食，咁你會更加努力去做得更加好咯。即係為小朋友、為老婆都要，為個家庭。嗱，因為即係好老實講嘅，識你嗰陣時咧，就知道你係嚇花靚 king 係咪先？即係嗱，唔好講話你去溝女啦，你俾女溝都唔少啦。尤其是你做酒吧嗰陣時喺中環係咪先？咁。我自己冇諗過你咁快會結婚同埋生小朋友嘅，的確嘅，因為你仲係一個事業，即係我更加知道你係起步啦，係啦，起步啦，即係喺度衝刺緊事業嘅時候啦。咁有咩？點解你會即係有咩衝動令你覺得我要定落嚟啦，要成家立室啦，要生小朋友咧？咁我諗齊家先咯，即係屋企都係一個最大一個即係動力。有了屋企處理得好，咁自然你其他嘢都會慢慢去更加大嘅支持力去做咯。咁我想問你老婆依家使唔使翻工？暫時都要嘅。都要嘅，即係你哋咁個小朋友係邊個湊啊？暫時就我爹哋媽咪裏邊去照顧緊小朋友就。咁即係其實屋企人嘅支持都好犀利啦，因為。即係雙職家庭其實真係唔容易啦，即係不過你喺香港就真係冇辦法，學你話齋，你要俾最好嘅嘢小朋友，係啦，即係你自己有冇諗過由你做人哋個仔到依家做人哋個老豆，你最大的感觸係咩？曾經唔明白家長嘅辛苦咯，即係自己可能反叛啊、曳啊、唔聽話，唔會明白見到個小朋友如果係壞有幾心痛咯。但自己做了人爸爸之後，發覺他有什麼不舒服啊，又好可能有一些
你會點去照顧佢啊？點去睇佢好緊張咯？呢個係最大個分別。即係最好就唔好突然間翻返工，一個電話嚟，哎呀，你個小朋友發高燒啊嗰啲咁樣，咁你就成日都囉囉攣啊，心掛掛，唔知點好啦咁樣咯。咁你自己嗱，好坦白講啦，生咗小朋友又唔同啦，即係你所有嘢依家第一唔會係諗自己，一定係諗咗個小朋友先，係啦。咁對於你嚟講，你會唔會話有可能即係？帶住個小朋友會諗住離開香港咧，想法一定有嘅，咁但係都要睇成個環境咯，家庭咯，始終唔係一個人自己去決定而家，係要尊重翻唔同嘅意見啊，真係適唔適合啊咁去做，打算咁我諗收集多啲資料先啦，即係或者都未必去到話咁極端話要移民，但可能有機會都想送小朋友，即係有能力都想送小朋友出去外國讀下書，會想即係唔好好似老豆咁樣做份咁辛苦嘅工，即係因為時間真係好坦白講，喺餐飲業入面做十幾二十年其實係唔容易嘅，即係當然你話係咪一樣叫做話超級辛苦嘅工？又不是的，即又未去到話要擔泥啊，要剩啊，但是用很多時間啦，犧牲了自己很多私人的時間啦，係啦，即又要企喺度啦，又要受客氣啦，係啦。咁你嚟緊嘅展望係點樣咧？即無論家庭又好，你嘅生意又好，或者人生都好，展望冇啊，加油啦，只有頑強，明天會更好，努力啦，真係。冇第二條路揀嘅啦，即係你都相信香港呢個地方唔會係繼續死落去嘅，即係應該有機會係可以翻得翻轉頭嘅。最希望梗係物極必反啦，希望可以重建明天，生意又好，環境又好，氣氛又好，可以做到。但係依個真係要靠每一個身邊嘅朋友或者香港嘅市民，真係要一起去做咯，不是單方面一個人可以做到這件事，即是守望相助去建立一個真正的香港回來，是可能七八十年代我們，可能我都未出世就聽很多前輩說那時的香港是怎樣去互相幫助啊，去怎樣做，那個情懷咯，是的，因為其實喜歡香港的人很多啦，即你都是因為相信香港是有希望，即你們整班股東是相信香港有希望，才有信心再開多間的，即如果你們覺得香港沒有希望的，就直頭連可能銅鑼灣那間都截埋啦，係咪先？即你們就是因為相信，覺得香港人其實是即是不嬲都是自己可以自強的，即互相大家自強，然之後助人助己，係啦，助人自助。即大家一起企翻出嚟，即去大家少啲怨氣，少啲煩惱，開心啲去間泰國餐廳食餐飯，係啦，係啦，即有翻以前嗰種好興旺嘅場面氣氛咯，同埋可能希望即有時都會同啲客可能都會呻啊，或者聽到好多唔同嘅故仔啦，可能希望一餐飯裏面聽下佢哋故仔，同佢哋可能飲杯，講翻啲正能量嘅嘢，令佢哋有翻第二日的希望，這個都是想做的件事，其實也是現在做的那件事，即不是吃餐飯我吃完算了埋單，希望中間都有些交談位裡面可以做到互相share一下，怎樣可以幫到大家，即都是想大家建立一個感情啦，因為熟客就是這樣來的嘛，即一個熟客，即其實 做酒店又好，做餐飲都好，即為什麼那些人會成日想翻嚟，就係因為係中意嗰一度嘅招呼，中意嗰度嘅人。即例如我今日嚟揾你志豪食飯，我同你傾得開心，咁我下次我又會再翻嚟揾你，係啊。咁就即同埋嘢食都好緊要啦，係咯，即留住個客人嘅胃啦，係咯。同埋個三個字咯，個味道，人情味咯。依樣嘢係香港好重要嘅嘢，亦都係一定要 keep 到嘅事情，人情味。是好啦，咁今日我哋嘅节目都差唔多啦，咁都我有个最后嘅问题噶嘛，点解你既然你系一个铺头嘅老细，点解你仲要留喺香港？坚持啊，坚持。放弃好容易，坚持永远最困难，但系会选择坚持。系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去到呢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